月登完，哪会开遐尼紧？你敢袂当留我先过？有代志啦，巷仔下小心车袂入过，车头踩点干扰我。袂啦，一定准时啊！你啥都袂当留我先过？我自行车呢，有啥物要留你先过？两位大兄，啊，恁驾车载遮，大家拢袂当过安尼，无安尼啦。啊，恁找警察来做笔录，嘛要开真侪时间。我来做一个公信，替你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是无意见啦，不过阮头家赶时间，你也较紧的。啊，你就无弄着啊？啊，可能只有先生哦是惊着。啊，恁双方哦都无唔对啦，这要怪哦，就要怪政府啦。啊，这条路遐尔细条，嘛无警告的标识，嘛无车安灯，无怪哦，常常会出代志。好啦，那呢，紧把车刷走，通我大家过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大组长，代志拢处理好。赶紧来会场，别迟到啊！是。小张来啊！哎、欸，小张你好，小张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李丹，哇，你也来啊！小张你来啊！是啊，哇，这么不快呢？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，哇！哎、欸、哎，我看好像没有做过。对哦，把你等来啊！啊，我的小公主，哦，这阵我不看了你，爸爸做想你呢。想我？你敢讲屁！你若是真正想我，你哪会去出差遐尔，还佫去欧洲拍拍照，搞我一个人放你个假？爸爸一下飞机就随走来看你啊，而且。我去欧洲是伫讲生理，唔是去佚佗的啦。嗯，好啦，工作第一，蛮努力。嗯。唉，刚讲我这尔相信生命，是不是我真正做唔对去啊？若是因为较早发现生命甲秋花的代志，啊，都较早来猜测，嘛袂拖到今嘛，唔知要安怎收煞。我等啊。我要等啊。嗯。我问你，你今仔是毋是甲林国胜啊，佮李有贵去共一间日本料理餐厅？我即马是国胜的特助，伊去到倒，我对嘛对到倒。伊凡啦，啊，你问你小妹遮个问题，是有甚物代志吼？李有贵啦，伊今去遐后是要乌西官员啦，叫官员天桥代志啦。你佮我讲的都是真实的，伊这是违法的呢。妈，根本就无这代志，好无？有啦，我中午想离开啊，迄当阵哦，得过走入来包厢内。实在是够歹势，应该歹势也是因阿无哈。啊，哥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是我上尊敬的哥哥呢。我只是感觉这件代志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嘛？什么误会啊？我就是今日想过单纯去用利用去，去做一挂无应该做的代志啊。你哦，你这人就是哦，就算互人卖了去，卖过我替人算钱，我去离开恁公司，还佫离开恁公司好无？啊，若无，你怎么还要扛无目屎啦？那恁等你家己有看出来的时阵，咱再来讨论嘛。你真正是去用爱情冲昏了头呢，哈？你个人是不是电影公司还佮林国胜在讲好话嘞？国胜根本不是这种人啊！咱细汉的时阵就熟识伊，伊甚物人，咱应该真清楚才对。啊，各位是真心要对待我的，而且伊嘛有讲过，伊绝对无可能会骗我。佮较安怎讲？国胜的妈妈是秋月阿姨呢，伊是妈上好的姊妹阿婆呢，伊哪有可能害我啦？陈雨杰。我不准你安尼跟恁哥哥讲话啦，跟林国胜哦，渐渐陷害恁哥哥呢。阿哥有啦，你的舅阿姨嘛嫁袂出什么好人啦。我看你哦，还够是有两扎，跟迄个林国胜分手好啦。嘿啊，这电话什么代志发大细声啦？啊，恁两个莫安尼逼雨杰啦。啊，国胜林平安怎把需要时间来观察啦、啊？你是要观察啥？你查甫人拢同款啦，笨手啦。想我啦，你安尼甲世明伊妈妈安尼牵咧吼，啊，搁甲世明安尼三人徛做伙，未输你才是世明的某咧。我死你啦！啊！今麦是啥物状况？